嗨，大家好，今天介绍一款慵懒率性风格的针织外套。看它的版型的关系，所以你要怎么样穿搭都可以，要露一个肩膀啊，都是可以很随性的穿搭。然后它这个是显瘦的厚棒针织，垂坠效果非常的明显，但是不会太过于厚重哦。春天或是秋天，我觉得穿搭都蛮刚好的。这个帽子就是连帽的可爱的小设计，长版的宽宽袖，然后这边还有车线设计的小细节，所以在视觉上不会觉得很单调，流行度满分，非常的实穿，很受欢迎的卡其奶茶色，你也必须要拥有一件哦，也非常的必备。